有朋友说86换了 Orleans DFV 之后走凹凸路面更加的点点点，确实是 Orleans 避震就是神一般的存在哈。Orleans 避震是非常好，这个好是在赛道里激烈驾驶的时候的好，它压路肩非常好，然后它很好调，就 Orleans 在赛道上的表现它是很，它的那种动态是很适合在赛道上做圈速的，但是 Orleans 在马路上开就是个噩梦，不要把赛车的东西装到街道上，这是两码事。我很怕人家说、啊、我这个是竞技版的什么，这是竞技版的什么，竞技版的什么，我就不说别的，你就把赛车桶椅装到马路上试试，那个桶椅角度都不能调的，坐进去还要试点式安全带，记得个试点式安全带之后过收费站拿卡拿不了，这怎么玩呢，是吧？千万别干这种事情。还有些人把赛车方向盘换掉那个原厂方向盘，这是最傻的事情，然后换了赛车方向盘之后还用回原来的三点式安全带，结果万一出事的话整个头就撞到方向盘上面去了。